Hello， 我系兰子啊，系咪好少见我介绍美容仪咧？呢部机实在太劲啦，所以我唔可以唔介绍俾各位好姊妹啊。佢系来自咧呢个韩国咧高丽大学一班教授啦。咁原先咧佢爱嚟造就咧系俾一啲有关节炎痛症嘅人啦。咁有阵时咧你嗰啲药啊敷咗落去咧都未必系佢哋嘅底层可以吸收嘛。咁佢哋咧就系钻研咗一个好劲嘅科技，叫做 EP 加 MC。咁样加咗呢一个仪器咧落去咧，咁样药咧就自动咧嗰啲药咧可以吸落去嗰个筋膜底层，令到个细胞张开，咁嗰啲咁嘅药啊等等嗰啲咪吸收得好好咯。咁而家咧佢就研发喺美容嗰方面啦。咁你可想而知，哇几厉害啊！咁我而家用紧嘅呢个就系叫 MoA， 可以帮你咧做提升啦、收紧啦。嗱，点解我要介绍俾你咧？因为我好懒，出名系好懒，但系又贪靓。呢部机咧啱啦，俾懒女人就好啱啦，因为咧佢所需要嘅时间好短，就可以睇到效果噶啦。嗱。俾你睇下个效果咧，望望先，哇，好惊，真系提升咗啊！嗱，好彩呢个系直播，如果唔系，你梗系以为我做咗手脚，系冇做手脚嘅。你睇下，系一边戚高咗，系咪？一边，我阵间会做翻落去，因为我唔可以接受呢度剁咁多啊！呢度系提升咗几多，几正。话呢部机第二个厉害嘅 function 系乜嘢？可以减淡底层嘅色素喎。根据咧教授咧就话啦，如果你依足佢咧两个礼拜咧系做呢部机嘅时候咧，最高可以减淡70% 嘅，70% 啊，唔系讲少嘅，你睇下。嗱，其实咧你可以望一望我呢边啊，我真系跟足佢做咗两个礼拜咧，你睇我素颜嘅真噶，唔系做冇做手脚嘅咁，真系咧嗰啲色素系减淡咗好多。我覺得多過 70% 添啊！我之前啲印都幾鬼深嘅。嗱，佢真係做呢部機咧，做兩個星期啫，冇曬咯。哇！我跟住呢個毛咧，係最深入噶。佢咧就係將你嗰啲面膜啊，或者眼膜咧，你用緊嘅時候咧，配合埋呢一個破壁。哇！咁啊，真係破壁啦，直入去深非常之深嘅底層咧，將你細胞整開，跟住咧。本来有纹嘅地方咧，都喂饱晒水，胀卜卜。哇！你睇望下呢边，未做嘅话咧，你睇下，哇，好深啊啲纹。而呢一边，当对唔住啦，你想睇纹咧系冇嘅，仲要俾啲发光法令你睇添，几靓。哇！我呢个 mode 咧就系啲姊妹听到会好开心啊，双层保湿专利 mode 啦，咁样样咧配合埋你呢啲补水精华咧，哇！好似有个井喺里面咧，源源不绝供水，井都唔够啊，系水喉啡住咁样样咧。而家转天气咧，哇！想干都难啊，完全 feel 唔到咧个面系 dry 咯，只系更润咯。过十分钟睇效果啦，块面要提升有提升，要美白有美白，要纹冇纹嘅，对唔住，但系咧就超级湿润。呢一部咁精彩、咁有奇迹嘅破壁机咧，你同我一定要有啦，系嘛？